Hello。哎，这么巧，你在直播？只有女生会做这样的动作。那男生应该怎么做？不用怎么样，就看镜头笑就好了。现在在直播，就像你这样是吗？假笑是吧？听说你要跳舞，听说你要，你待会儿。我们来看这个哥哥，这个哥哥他有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帽子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国内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，这边的时间啊？11:45。11:45，还灯火通明呢。对，我们我这里的人同步截了一张图给我。哇，他是灿星的一个小编，好有名啊。没有，他是小编导。他可能现在正在看，正在看。我帮你在说什么？君瑶在吗？找朋友的游戏是不是？其实好意外，好快。你已经去跟他打了招呼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现在出来透个气。你干嘛要这家店红了一会儿？没有，这个就是一个普通卖帽子的店。Kira 哥哥今天看完了格莱美，然后很不开心，因为他没有买到自己想买的帽子。看他的表情。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说意大利我都没听懂。他想说的跟真是。你要开心啊？是不是？好。边走边播吧，我们车在哪？Let's go。空再跟你的朋友再打个招呼啊。Hello， 谢谢你们来看 Johnny J。干啊，不知道说什么。你每次直播干吗？我每次直播我都随便说的。Freestyle。对。我都是很长时间不说话也有的，对，可能只是那内心想开个直播那种，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无所谓嘛，是不是？这边已经在这里了。对，我们不来感觉也能直播的，是不是？来不来感觉都可以直播一下。来。对啊。开了。我东西放后面。你上。你们先上啊，我。你不是我要吃饭吗？你那个饭帮你打包的。我买个披萨吃。没事，你这个拿着有虾，都是没吃的。谢谢。面包虾都有。穿太少不少啊，今天因为明天纽约好像要下雪，所以今天没那么冷。明天东西还有雪，明天有雨滞，明天要降温了。明天要降温。这两天不冷了，上了就来冷。对，我刚到的那两天其实蛮冷的。对，刚到那两天蛮冷的。师傅，明天我就不跟整个组走了，或者你们不是就是去奥特莱斯吗？明天不是改行程了，改行程了。明天谁要去奥特莱斯 ？Kira 去。Kira 明天要去 shopping， 逛街。明天是12点出发，他会去拍一些东西。到时候今天我会给你的地址，他会去拍。还是这边还更远吗？应该不会在这个区，会在这个闹市区。不是，就这边在曼哈顿岛上不是吗？啊？就在这个岛之上不吗？在曼岛上。清楚，我晚上给你的地址，然后下午他们去一个制作人那边4点。杰哥呢？在后面还没逛过来。等一下杰哥嘛，好吧。对，你就12点在酒店门口。哎，然后说一下我们昨天晚上演出的事情吧，好不好？昨天晚上特别感谢大家，纽约的。他和
上层吧，应该是就是直接兄弟姐妹吗？兄弟姐妹们过来，回去给你们过来看我的演出，然后太方便了。前面我也听说大家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今天来过来的话，就已经两个小时。我昨天其实对，就我之前本来也挺恼火的，因为我也是很早就到了，然后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将近两个小时，我才能进去，然后才开始演出，这样让大家在外面等了那么久，我跟外面队也排得很长，很夸张。对，然后特别感谢大家过来看我。然后等我明年，等我今年嘛，今年嘛，是不是？等我今年把专辑做完之后，然后如果做巡演的话，我纽约好吗？卡了吗？卡了。卡了，卡了，那就关了吧。你那边看有延迟的是吧？对。你干嘛？杰哥到了吗？干嘛的？就是你喜欢这样拍直播，然后我再看。哇，都已经晚上十二点了，然后纽约还灯火通明的。我这个建议很好吧？你这建议特别棒，是吧？对。杰哥又碰到你了，你这个人哇，今天碰到你两次了，你这个人天天的，对，天天碰到你，海边碰见，电梯碰见，是啊，哪都能碰见，吃鸡都能碰见你，上个厕所碰见，真的是，真的是腻了，你腻不腻嘛？腻了，腻了吗？对，那你还要不要一起嘛？那好吧，来，我们得回去了，就得跟时代广场。哦，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的？对，他们俩对面。OK， 住在灯火通明的，我们就住海边，没有办法。因为海边风景很好啊。吹海风，很冷啊。对了，好啊，那我们上车走了。那我们先上车了。就回去再见。好，拜拜。三月份春假会回北京。好。嗯，到时候有空的话。好。你在南京啊？对，我在南京，南北京都是京嘛。OK， 拜拜，妮妮，拜拜，谢谢你们的晚餐，好，拜拜，打算还没耍钱是吧？这个门没关上，门没关上，OK。可以了吗？还是没有？下面灯灭了就关上了。那是不是？好，我最近在蓄发，这样咱们就回酒店了，是吧？没有，头发会很奇怪最近。好，咱们走吧。走起！走起！为什么眼睛那么大？是有人在直播，有人在看吗？有人在看。哎，这个他是不是有美颜？那这个眼好大，大的。但美颜没有开，他没有开那个啊。我眼睛这么大，你说呢？他这个里面有一个磨皮。美颜在纽约是吗？明天要去俄罗斯。